欣慰，就是我们通过和病人相处，大家都成了朋友。那像他们有的走了以后的话，还会和我们有联系，都约好了以后我们来武汉，然后他们来贵州看我们。现在我有点兴奋的说不出话来，然后我脑袋里面有点乱，让我捋一捋。在丰仓医院，我们光是进去穿防护服就要半个小时，我刚刚进去可能10到10分钟开始，那个汗就一直没有停过，因为防护服很厚嘛，又不透气，外面还有隔离衣，还有再加上那个目镜，然后我是戴眼镜的嘛，就卡的那个头，第一天第二天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头都是闷着疼，因为戴了手套不好写记录，那整个上一个班下来的话，这个手都是麻的，每天那个汗水是干了一身又湿，湿了一身又干，口罩密闭性很好，那可能还有的时候工作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缺氧的症状，但是这些都不影响，我觉得只要能够看到我们的病人能够一天天的好转，然后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我觉得什么都值得。等明年再来一次武汉，看一看武汉的樱花，看一看武汉的人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必胜。